4日晚，歌手兼演员杨千嬅、莫文蔚、孙耀威及霍启刚、康利等一众城中名人在尖沙咀弥敦道出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30周年慈善晚宴。杨千嬅一身盛装亮相活动现场，眼尖的记者发现她身形瘦了许多，问其是否有进行减肥时，她说道：“因为拍电影的缘故嘛，所以也没有很疯狂就去减肥，没有，但是可能就是坚持每天去运动这样子而已吧。”日前有拍到杨千嬅及导演彭浩翔与一位好莱坞巨星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在香港大排档吃晚饭，问到是否有新的合作意向，千嬅一脸尴尬称：“哎，这个我不能说，因为导演说如果有记者或者是谁问起你这个问题，你就说签的那个保密协议不能够讲，要讲就问他这样子，可能你等他去讲吧。”在受访时聊到千嬅儿子的话题时，他有些得意跟大家讲起了儿子遇到记者时的趣事。他现在很懂事，如果在街上遇到记者们，他会说：“哎，不要拍我妈妈，不好意思。”就这样子说，可能看到我助理平常怎么去应付，所以他就会懂怎么去了解这样吧。